号称小巨肺的邓紫棋，自从在《我是歌手》一展歌喉之后，人气一直高居不下，她的感情生活也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好奇。而在近日，邓紫棋现身铜锣湾购物之后，与早已在等候的冯永谦会合，相约看电影，两人一路热聊。只见我们的邓紫棋白衣白裤，口罩遮面，穿着随性大方，俨然路人甲一枚。一直到电影散场后，二人再到戏院大堂会合，等邓紫棋好友到达后才分开。据悉，邓紫棋绯闻男友冯允谦1988年生于香港，香港创作歌手，是英皇娱乐旗下的歌手，与邓紫棋可谓是郎才女貌啊。